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1年5月21号。南港大16:27，首班是开往基隆的903全车，南港站16:28拍摄。好，这班是4183次哦。说发车前沿线看，依然先看虎口的烟雾70-6，全车在南港站市里。好，那班是开往基隆。你搜一下下面这个900行程的，然后翻车再查。真的，我下面干嘛找了这么久呢？还记得见。下一站松山。